请他们来免费点关注啊！哎，是的，宝贝们，姐姐给大家准备的丰厚的福利，大家记得左上角给姐姐点点关注。特别特别来，已经抢光了，对不对？没关系，没有了。抢到的宝宝们，我们回复一个抢到了，好不好？因为让我们看到你们看姐姐是不是真实放单。是的，所有宝宝抢到的宝贝把抢到的刷在我们的公屏上。另外的话，目前是一盒啊，不是一片，一块钱是一盒，一盒总共有五片百肤颜大品牌的面膜，无水面膜。姐姐满屏都是抢到了，谢谢，抢到了是吧？抢到了，姐姐你看，姐姐满屏的抢到，那这样子我们再来个大的好不好？来，所有宝宝们准备好，我们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准备一万单话费。我的天哪，一万单！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这么多。来，因为姐姐今天是520，有没有一个更大的？还是来一波呀？继续吗？要继续吧，是吧？确定要玩这么大吗？对呀，今天是我爱，到底你爱不爱我呀？当然，你爱我就爱他们啊！来，哇，直播间1.9万人了，欢迎各位宝贝们！来，所有的宝宝们，今天我们所有的福利品都是姐姐亲自去选，也是姐姐亲自补贴的，每一个产品、每一个补贴品、每一个福利品都是跟所有的女生相关的，好不好？来，我们的百肤源洗衣液，平常需要是59.9米一瓶啊，今天在姐姐直播间只要1米，我们也一样准备1000单，好不好？我1000单呀，姐姐。来，准备好了吗？来，我先预告一下，这个上完给大家上兰芝一样，个位数给大家。妈呀，太给力了！来，所有宝宝拼好你们的网速，对准你们的路由器，马上我们日常价格69.9元的洗衣凝露，今天1元直接带走，直播间1.98万人，欢迎大家。我们直接开始倒数，给大家准备好，好不好？来，我们的洗衣液一米包邮，5、4、3、2、1，上链接。1.2公斤哈，只有1米啊。安排给大家，直播间2.5万人了，欢迎各位！来，所有新进直播间宝贝，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今天1元带走洗衣凝露，买1号链接，大家抓紧去抢！哇，已经没有了，1000单一秒就没了。来，来给我们看看近景，我们是不是放了1000单呢？给大家看看来。来，所有宝宝们，我们都是真实有效的给大家对今天姐要你看1009单啊！来，接下来哇什么？太厉害了！是喜欢兰芝是不是？当然喜欢。我们的兰芝来了，我的天哪！韩国品牌都是 UP 啊！来，给所有宝宝看一下，我们的兰芝不是那小小芝哦，我们是大兰芝。来，正装120ml的我们的水喉器的润肤姐姐。我们今天在姐姐直播间个位数给大家上，好不好？个位数要上，那姐姐你说个价吧。对，兰芝润上皂是250ml啊，今天呢因为是我爱你啊，只有9.9米啊，我给力！兰芝9.9米，我们直接倒数额数，直接给大家上车。今天就是这个节奏，就是这个感觉。我们所有的福利品都是跟女神相关的，都是跟520相关的，都是姐姐给你们准备的520礼物。那我们直接倒数5个数，直接再上车，5、4、3、2、1，上链接。来，宝宝们，兰芝正装的润肤乳120ml，日常价格250元，今天9.9元直接带走。没有了，哇，太快了，没那么快。没关系，姐姐，我们继续来，来下一个，来，刚刚我们上了几秒钟？上了5秒钟，是不是？对，5秒钟。接下来给大家拉一个10秒的。哇，10秒钟的，10秒，哎，这个特别适合我爱你啊！我跟你讲，那个味道可以让你的对象特别想亲的近一点，特别的香。瑞香皂是19.9元，今天呢只要2.3元。没错，宝宝们，这是一款固态的香体膏。Oh baby， 来，等一下，好香，在我们福袋里面放一台 iPad。来，福袋准备好没有？所有宝宝们，对着我们的左上角。来，福袋，我们在福袋里面有一台 iPad， 姐姐给你们准备好的。来，姐姐，这个我们直接倒数5个数，也一样个位数给大家。哎，今天说了，我们所有的礼物520给大家准备的都是个位数，好不好？而且都是姐姐自己补贴的，没错，而且都是姐姐自己选的。我们直接倒，我姐姐你先开价，我们倒数5秒上车，好不好？你刚刚说的是个位数，日常价格这个是19.9元，日常的19.9元，然后是两块八，两块。
两块三毛，是九块九。啊，瑞商家是九块九。你刚刚说两块三吗？对。你干啥呀？两块三啊，姐姐。两块三，给我们上上，五四三二一，来上链接。所有宝宝对着一号链接，固态箱体高日常价格19.9元，今天23毛钱，直接上车。哎，一年就一次，没关系，姐姐，今天你最大，今天姐姐说多少就多少。链接上好了没有？大放一点的吧，定中。来，我们倒数。大放。可以，我们这个不限单，我们倒数十个数，直接下车好不好？好，来五，我们十个数对吧？倒计时，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下链接。欢迎宝贝，抢到的宝贝就是赚到了。来，所有的宝宝们，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感觉到姐姐的诚意，对不对？今天每一个品都是姐姐补贴的。哎，来，我们姐姐补个大的好不好？哎，我喜欢大的。来，接下来所有的女生们，你们都需要的。秀坏秀，所有的姐姐你们都需要的好不好？来，我们先补个大的。拿更大的是吗？我跟你讲哈，我哎呀，这个是挺大的，哎，这个是挺大的。哇，哎，来，原来这个是真的挺大的，姐姐。来，所有宝宝们，先听我介绍一下，百富园的纸巾，酒精，对，这个重量就有九斤，所有的都是实心的。平常这个在别的直播间至少要99米，姐姐至少要99米。今天在姐姐直播间，我们准备了给大家准备了500单，需要的就拍，好不好？价格就是惊喜价。价格姐姐来报好不好？这么多，一共有9斤，一共是40卷。40卷啊，宝宝们啊！你家里只要稍微用省一点，一年的厕纸都有了，对吗？来，而且它是5层带牙花的啊，姐姐。对，加大。看到，看一下，来，我展示一下，它不是你们看到很大，实际很小，实际就是很大，有9斤，回去可以称，好不好？来，姐姐，我们上500单，倒数五个数，你先说价格。来，好好，准备好了吗，姐妹们？准备好了。家人们，今天只要因为我爱你，39.9元。来，五四三二一，上链接。来，宝宝们，大品牌百富园的卫生纸，今天9斤40卷，到手价格39.9元，相当于一卷核算下来不到1块钱。对，一共有500份，给大家准备好了，好不好？大家可以去安心去囤起来。来，这个品抢完之后，我们下面给大家上一个我们的。雪花秀，哇，雪花秀来了吗？最爱的雪花秀，链接上好没有？纸巾的链接上好没有？来，宝宝，还有100单，大家凭手速，赶紧去抢！100单，姐妹们呢？刚进来我的直播间呢，可以帮我免费点关注，好吧？我们今天很多福利给安排给大家。今天的每一个品都是姐姐补贴的，这个品补的不多，每个补19块钱，是的，姐姐给大家补的，没关系，我们今天。有一大波这样的产品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买到之后你们全网去比价，买到比姐姐更便宜的，我们把这个送给你。还有50单，还有多少？还有50单，最后50单，来，我们直接五个数下车，五、五、四、二、一，下车了。这个太值了，姐姐，40卷，9斤39.9元，因为真的九，因为没有。哪个纸巾会告诉重量？因为它可能卷是很胖、很松的、很抛的。是九斤啊，对，那是挺厚的哈。是的，来，咱们来一个雪花秀吧。雪花秀，雪花秀呢，在韩国都是 up 哈。这个是面膜，清洁面膜，姐姐，对，清洁面膜是50ml，瑞香价是100米。今天呢，我只要25.9元，姐姐补贴5.25元的价格，咱们都补贴。来，准备好了吗？来，倒计时，三。二一，上链接。来，所有宝宝们看过来了，雪花秀的洁颜面膜，正装50ml的，日常价格100元，今天25.9元，直接带走300的库存，大家拼手速。来，一号链接啊，雪花秀。雪花秀啊，因为今天我们补贴，我们刚开始啊，我们刚刚是开，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一整天，谢谢你们的关注，谢谢你们的点赞和关注啊，我们一起加油。来，我们倒数五个数，大家下车，下车，来，五四三二一，来，哇，姐姐，我觉得今天这些品我讲的都特别的兴奋，真的，每一个都觉得，我觉得都是咱们女生必备的，对吗？来，女生的必备，只要是因为她的皮肤是很干净的嘛，给个特写，你看到她只有
牛奶，只有生牛乳，生牛乳看了吗？来，它只有生牛乳，好吗？来，一盒有十个吧，平常这一盒在别的地方卖要50多块钱一盒，今天咱们69.9米姐姐，我们买一盒，安排再安排一盒，够不够？两盒了，宝贝们，两箱。我每次都说我需要一个月的量，姐姐相当于一盒只要39块钱，哎，39.9，你这还不够吗？还不够，我要一个月的量。来，我们再来一盒，来，再加一盒，就是三盒了，好吗？三盒30件，好吗？今天刚才你说什么？哇，129，今天呢99不要，我只要69.9米。来，准备手速，宝宝们，大品牌君乐宝3箱纯牛奶，保质期是6个月，宝贝们，好吗？这个是大品牌吗？哎，都是最新日期的啊，哎，都是顶新新的日期的啊。是的，来，咱们倒计时，来，三、二，这个不对，一，上链接。来，所有宝宝们对准下方1号链接，君乐宝的我们的纯牛奶，每一箱里面有10盒，相当于30瓶在手，至日常价格需要129块，即今天69.9，直接带走3箱，而且日期都是新日期哦。平均就是大概一杯牛奶是多少钱？我给大家算一下，姐姐。来，69.9有三十个。相当于一瓶合算下来2.3块。这是2.3块哈、哎。这个一囤起来，因为每天都大家都很喜欢喝牛奶，是不是？没错。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好吗？日常是129，那今天呢，3箱只要69.9米。哎，大家拼手速了，宝贝们！来，我们倒数5个数，大家下车，因为这些都是姐姐自己补贴的，好吧？来，5、5、4、4、3、3、2、2、1，下链接。Hello， 来。宝宝们，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的手速环节要到了。来，博涵来了，准备好，安排你们的面壁之福，好吗？面壁之福，来，帮我点点免费点关注，好吗？那个共舞团，是的，来，所有宝宝们，点开，现在赶紧去检查你们的免壁之福是否打开，看看你们的网络是否连接。我们直接倒数五十，直接开始我们的手速环节。刚刚那些产品我们会带来一大波不限单，好不好？直接给大家上，但是每个只会上3秒钟，我们直接倒数五个数，5、4、3、2、1，开始。来，小伙伴们准备你们的手速，刚刚兰芝没有抢过瘾，对不对？来，兰芝的水恒星润肤乳正装120毫升，今天日常价格250，9.9上车 go。来，所有宝宝们看过来了，抽成是垃圾袋，家家户户都需要的75抽，日常价格需要29块钱啊，5.9上车。嘿、hey ，来，夏天要戴什么呀？要戴我们的夏天遮阳空顶帽，不仅好看，而且遮阳，日常价格29.9一顶，6.9上车。嘿、hey ，来，宝贝们看过来了，雪花秀的净颜面膜，50ml的正装量，日常价格需要150ml。25.9上车 go。 来，给女孩子们一波福利，今天520，对不对，姐姐？7度空间6包到手，日常价格39块钱，只要19.9上车。嘿、hey ，来，夏天最烦的什么呀？就是蚊子嗡嗡嗡的声音。母婴可用的电蚊香液套装，5件到手39.8，9.9上车 go。 来，姐姐，咱俩再跟大家说一下兰芝的致青春的10件套，宝贝们，5瓶我们的润肤露，5瓶我们的保湿乳，日常价格需要92元，39.9上车。嘿、hey ，来，大品牌欧莱雅，相信大家都认识，对不对？我们 K 初老的黑精华，今天不是1件，不是2件，到手整整5支，日常价格420米，69米上车。Go！ 来，宝贝们。龙力奇的益生菌香氛沐浴露组合，今天不是1件，整整2件到手，市场价格39.8，只要9.9上车。嘿、hey ，来，家家户户都需要的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牙刷了，姐姐，10支宽头的软毛牙刷，日常价格需要59块钱哦。9.9上车，抢！9.9是10支哦，宝贝们，来，姐姐，这个冷瓜贼香，为什么？因为它是陕西阎良的甜瓜，每一个瓜是到手是2.5到3斤左右，直播间1.9万人，9.9上车 ，Go！ 来，宝贝们，刚刚兰芝没抢过瘾的，可以把兰芝打在公屏上。兰芝的益生修护的睡眠面膜，今天3支到手，日常价格98元。姐姐，这个可以带上飞机啊，它每一天就是15遍，好吗？24.9上车，这个特别适合男人的。来，欧莱雅的黑精华没抢够，没关系，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又来了，日常价格2件200米。
49米，小车上。姐姐又同时 SPF 是52，哎，没错 ，SPF 50。姐姐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又开始因为口罩的原因出现一些小小反复的情况，姐姐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就是四川的安岳柠檬，今天到手11个柠檬，日常价格19.9。恭喜姐姐，帮助大家补充维 C。第一名，9.9上车 ，Go。来，宝宝们，雪亮加大加厚的十大包抽纸，日常价格39.9，9.99上车 ，Go！ 姐姐同款的雪花秀的睡眠面膜，50ml的正装，日常价格需要166，只要29米上车 ，Go！ 来，所有宝宝们，记得左上角里面附带还有苹果 iPad， 另外宝宝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接下来我们隐形丝袜的硅胶袜子10双到手，日常价格29.9，只要6.9上车 ，Go！ 抢了袜子抢什么？抢拖鞋了，宝宝们，浴室里可穿，房间里可穿的防滑防脱的拖鞋，日常价格29.9一双，9.9上车 ，Go！来，宝宝们，蓝织的隔离大家都很喜欢，今天40号的颜色，今天3只到手，日常价格91元。来，宝宝们，那这个是特别适合上妆之前，那是 SPH 23，今天只要26.9上车，这个啥意思哇？我的天哪！今天26.9就行了。来，宝宝们，长皮度的防冰贴一共60贴到手，哪里有纹贴哪里，日常价格19.9，9.9上车。来，刚刚没有抢够我们兰芝的水乳的宝贝们，今天不是旅行装，今天是正装到手。来，恭喜姐姐，好物榜第一名！哇哦！我跟你说，那个，这个可以，9.9上车 ，Go！ 来，宝贝们，冲绳式垃圾袋75抽5卷到手，日常价格19.9，家家户户都需要。5.9上车上。来，夏季的遮阳空顶帽，今天帽子不仅好看，而且遮阳，日常价格39.9。来，记好了，6.9上车上。来，所有宝宝们，拼好你们的手速，蹲守在我们的直播间，雪花秀的净颜面膜，50ml正装，100米。25.9上车 ，Go！ 来，这波福利是给我们的女孩子的，7度空间的6件套，日常价格39.9，只要19.9上车上。来，宝宝们，夏天怕的就是蚊子在我们身边嗡嗡嗡的扰。今天母婴可用的电蚊香液套装5件到手，39.8，只要9.9上车 ，Go！ 来，宝宝们，兰芝致青春的乳液加上我们的水，日常价格10支到手需要192，今天只要39.9上车 ，Go！ 来，宝宝们，大品牌又来了。欧莱雅的 K 初老的黑精华，今天不是1支，不是2支，5支到手，日常价格需要400。来，姐姐，我们在我们的福袋里面再给大家放一台 iPad。哇！记得要点关注我们，是免费的，可以加我们的粉丝团、粉丝团、还有购物团。来，69米上车4支啊，宝宝们。对的，另外新进直播宝宝们再跟大家去说一下，左上角福袋里面有一台苹果 iPad， 是姐姐给大家准备的520福利，大家千万要记得参与。来，所有宝宝们，我们的手速继续，龙力奇大品牌，我们的香氛沐浴露组合，日常价格2件49.8，来，只要9.9上车 ，Go！ 来，家家户户都需要的10支牙刷，而且是宽头软毛的牙刷，日常价格10支需要49.9，9.9上车上，好吃不贵的陕西大品牌的阎良甜瓜，到手是2.5到3斤左右，日常价格需要19.9，哎。9.9上车 ，Go！ 来，宝宝们，这样说啊，是的，宝宝们，来，大品牌兰芝又来了，可以帮我打，我爱你啊，欢迎大家。来，宝宝们，抢到的宝贝记得把520刷在公屏上，让姐姐看到了，好不好？因为今天每一款产品都是姐姐给大家做的补贴。来，接下来更炸的兰芝的睡眠面膜，3支旅行装，日常价格需要48元。来，这个是特别适合男人呢、啊，只要24.9上车 ，Go！来，宝宝们，看过来，大品牌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霜，2件到手，日常价格需要220米。那每一支是15滴啊，只要49米上车 ，Go！ 来，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宝宝又出现了口罩的情况，对不对？柠檬大家都知道，里面富含了丰富的维 C 在里面。今天姐姐给大家安排四川安岳柠檬，到手不是一个，整整11个，日常价格19.9上车 ，Go！来，雪亮加大加厚的10大包抽纸，日常价格39.9，只要9.99上车上。来，抢到的宝贝记得把520刷在公屏上，雪花秀的睡眠面膜，姐姐的同款166，只要29.9上车。
同款的啊、哦。来，家家户户都需要的什么呀？就是我们的拖鞋了，对不对，宝贝们？来看过来，防水耐磨，日常价格一双需要29块钱哦。只要9块9上车 ，Go！ 来，宝贝们，新进直播宝宝们，记得把520打起来。今天姐姐520好日子陪伴在大家的身旁。另外，左上角福袋里面有一台我们的苹果 iPad， 大家千万记得要参与。左上角记得点点关注，点点赞。有很多姐妹们呢问我为什么我的肌肤那么好，那马上就安排我要安排给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喝这个谷胶原蛋白饮，因为它真的是改善容颜。就是焦虑，肉眼可见，啊、肉眼可见，是不是准备好了吗？来，掌声有请颜值公社。Hello， 好好姐好，直播间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的话是520，在这里的话，我要先祝姐妹们520快乐。哎，好姐，我先说好了，今天我就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破机制，然后我要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喝到我们的胶原蛋白。跟着我们的好好姐一起变漂亮，可以呀！哎，是的。然后我先来说一下，姐妹们为什么要选择颜值公社呢？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有这样的一个焦虑问题，就是觉得哎，我生了孩子之后，我熬了夜之后，我的脸怎么松松垮垮的，一直没有选到合适的胶原蛋白。而颜值公社20年的时间，专研于给大家做更好的胶原蛋白，所以说和上市企业做到合作，而且我们是由6位博士、200多位研发人员跟大家共同研发，所以的话，宝宝们以前为什么没有选好，为什么没有选对？其实你知道吗？有2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是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分子量的大小，我相信很多姐妹们可能都尝试过吃猪蹄或者吃鸡爪，觉得里面有胶原蛋白，但是这个分子量的话它太大了，大概是几十万道尔顿，可能我们花几百块钱买的这个的话，他说我小一点，我是3000道尔顿，而这个的话它到我们的肚子里会转化成氨什么基什么酸，所以它不一定会合成胶原蛋白，姐妹们。所以今天的话我们颜值公社多少呢？注意了，280吨的专某力技术的胶原三肽，对，更细一些，是吧？对，非常的细，更容易吸收。你知道吗？它和我们肌肤的胶原蛋白几乎是一致的，所以说不用转化，直接吸收，吸收可以高达99%。是的。而且我今天我说了，在里面有台苹果 iPad， 大家千万记得参与。我们是有小含量的。第二个数据就是含量，含量非常重要。而咱们今天我不来小含量的，我们要支持好好姐，所以我们来6000毫克。我们以往喝到的可能都是几百毫克，1000-2000毫克就要花几百块钱，而今天6000，记住没有？记住了。零蔗糖、零肌脂肪、零肌某素，所以还有很多姐妹说有没有用？来这边，您注意了，大家先不要走开，你先来看一下我们颜值公社的一个证据啊，胶原蛋白6000毫克的，为大家表明的具有增强皮肤、弹什么性的效果，所以的话。姐妹们，想不想要肌肤更弹？当然。想不想要更 Q？ 帮我答嘛，想要更弹。满屏都是想要胶原三肽，快上链接。那我也不磨蹭了，来直接。这边的话，我们在猫猫上是哎，这个是30瓶，对，我们一盒是399，这个、一盒是相当于是3盒了，三盒也就是说是这个是多少了？这是30瓶，30瓶，30瓶就是3盒，我直接上3盒。对，一个月的量，然后我今天的话，市面的应该是1000块钱左右，所以我直接，我就599，直接599，然后太贵了，而且太少了，你不是要破家吗？当然啦，今天是什么520嘛，我想让姐妹们毫无压力的喝起来，所以我决定再送一盒399，来安排好了，给这个的话相当于是3盒，来再给我一个，安排一盒，4盒40瓶了，对不对？520够不够，姐妹们？哎，真的一定要坚持喝哈！小姐姐，520，520，你这啊怎么？这5盒才对呀，你整个4盒，对吧？好，520嘛。我今天我就豁出去了，我刚刚话说太大了，来吧。来，再来一盒。5盒，你要知道市面的话已经是1000多了，哦，2000了。那我觉得，要不然你给我2个月的量吧。60瓶好不好？算一下，现在正好是还差10天，是2个月的量。对，我们现在是50瓶。哎，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是6000毫克胶原三肽。对呀，但是我们在别的地方真的给不了的。因为我要带我的姐妹们变美，所以你要一定要听我说话。我要60瓶，能不能做到？6瓶，就今天这是520啊。这样吧，那这样吧，给我卡个单，就是50，哎，50套单。你开玩笑吧？要不然我真的给不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是胶原三肽，不行。然后我升级，我给。
这么都买不下了，但是实在太少了，我实在就一万多，六十瓶的话，有没有适合？给大家剩两个月，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味道？有没有适合？这个味道是酸酸甜甜的，然后呢，能不能适合？哎，我的意思，它能不能适合？适合啊？对你，我们本来没有呢。对，姐姐的意思就是你买回去之后，给吧，来，有没有适合？来，就六个是吗？六个，因为也六个大顺。现在呢，我们要六瓶。对，两个月的量，而且你可以带回家，六瓶可以适合，不喜欢你可以退，喜欢呢就留下来，好吗？而且保质期是两年，好吗？来，你说是599，今天是我爱你，因为我爱你们呢，我肯定会扛掉，好吗？我们一起变美，好不好？来，咱们399，我399呀，雪琪，我要399，好吗？399，哎，一百单，好不好？我们也不要多要，今天520好日子，100。来，姐妹们，待会儿马上就下链接，好不好？100抢完马上。而且我们要还有12季分期，好吗？12季相当于是33.2块一个月，相当于每一天是1块1毛。来上链接，准备好了吗？上链接。1块1的话，其实相当于真的是一瓶矿泉水都买不了，一瓶可乐都买不了。但是今天我们喝胶原蛋白，而且各位姐妹们，请大家可以放心哈，你看我们今天是有这个肌某素的检测的。所以35项咱们再加啊，你先介绍，你先加，你先加，然后你跟这个试验好吗？来，刚进来宝宝们可以帮我免费点关注吗？我们有60瓶，然后6瓶可以带回家试喝，喜欢留下来好吗？今天是399米，然后我们再拉一波好吗？现在别说100单了，我想要5秒，可不可以？5秒，5秒，我来边介绍一下，然后就5秒，好不好？来，宝宝们，准备好了吗？5秒的时间啊，来，倒计时，3、2、1，上链接。来，大家以后可以就是好姐来，我们做个实验。说66瓶，有6瓶给大家去提供试喝啊，宝宝们抓紧好你们的手速，赶紧盛起来。这样吧，来，我要来大家看一下哈，为什么我们颜值公社的胶原蛋白会更好？来，我这边先摆在这个地方，看的会比较清楚哈。哇，酸酸甜甜 的，一点都不甜，因为它是零脂肪、零脂肪。对，所以减重期的妈妈也不用担心哈。来，我们给大家做实验，什么叫刚好量的，什么叫胶原酸肽。我这边的话，别人给你倒一杯是不是，倒一瓶，我倒半瓶看，因为他遇到这个九某金会发出吸出那种白色絮状物，注意了，看到没有，这是什么，这是更高含量的6000毫的胶原酸肽，因为咱们这个是白色吸出物，他遇到那个九某金会失去活性，所以这就是胶原酸肽。你每一口的话几乎都能喝到你的脸上，喝到你的头发里，所以你看我们好好姐她的皮肤真的特别的好。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那个这个，它有正能改善好吗？因为我们都是喜欢熬夜宝妈，我们的骨胶原流得更快，熬夜加班有焦虑了，我们的肌肤很松松垮垌的，安安沉沉的。是的，你说1100单，加油。第二天呢已经会赶上好吗？因为我已经喝了很多几个月了好吗？而且你看它不只有，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成分其实也很重要。可以，普通的可能只是普通的胶原蛋白，然后加了一个维某 C， 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里面还大家加了一个弹性蛋白肽。然后这个弹性蛋白肽的话，它像什么呢？它就像我们肌肤的一个钢筋和水泥的一个关系，所以的话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坚持来喝。啊，有没有啦？加了，5秒没有了，那这样子，咱们再加。喝了假的，平时的话真的没有了，咱们再加。姐姐，哎，今天是520，对，你刚刚来的时候你要破价，我刚刚上了2波，你说不行，那你来这里干嘛呀？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会儿。我希望我所有的姐妹们呢，男生都可以喝，大家不要再刷了，跟我一样好的心态好吗？因为如果说平时5000毫我就加了，那这样吧，我再加100单，就真的只能100单了。你别又来个扣扣小姐，你真是你扣的死好了，你要知道啊，我们这不你这样子，今天是我爱你，到底你爱不爱我？我这样子，我爱你，好好姐，你爱我的粉丝好吗？好，那您说算今天，我希望再加，我们要20秒，行不行？可以，来那个，我20秒，行。20秒的话，这样吧，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20秒的话可能给不了好姐，我给5秒。我跟你讲，这样子你5秒就5秒，你去浪漫好吗？我分享我的概念，我为什么我喜欢喝那股胶原在下好吗？没错，今晚我可以说的快一点好吗？这样子5秒，好吧？对，我真的只能给5秒，而且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讲完了我就下，好不好？嗯。OK， 刚才他说20秒，那10秒吧，好吧？好，来，咱们上链接。
399，60瓶刚刚好是两个月的量，带回家可以适合6瓶。对 ，OK， 清清爽爽，那么很解腻啊。不喜欢你退，喜欢你留下来，好吗？来倒计时，3、2、1，而且姐妹们，你不要忘了哈，我今天给的是12期的一个息费的，对，所以我们给大家那个包了的，你拿回家先喝。而且我们有运什么险，如果你不喜欢那6瓶，你喝完你剩下还给我们就是了。这是好好姐给大家争取福利，而且就在今天520。然后另外的话，在这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姐妹们，你们还在担心有没有效果是不是？来看一下这边权威的书籍《钛临床营养学》，出自于北京大学什么什么出版社的，这边显示我们普通胶原蛋白的吸收率只有多少，0.几，而今天我们是胶原三肽，它的吸收率99以上。所以真的它不用转化，直接每一口都可以喝到你的皮肤上的感觉。我跟你讲，如果你带娃宝妈，是的，我是建议你可以一天喝2瓶，如果你熬夜加班就是喝2瓶。我建议我天天都要喝。对，我们好姐皮肤真的好，而且我刚刚洗完澡泡脚啊什么按摩之后，你的带抹鞋比较快，你喝完了吸收更快了。这个是我的概念，我研究一下好吗？而且每一瓶是零脂肪、零色素、零激素，而且它是6000毫克，好吗？我真的觉得我现在今年是50加，你能看到我的视频，这个是肉眼可见，好吗？对，我是心态好，而且我的肌肤好，我当然呢，我希望大家跟看我一样，好吗？对，我们今天好好姐这边直接给大家争取66瓶，而且是6000毫克的，平时真的没有这么多，6瓶拿回去开放试喝。如果说你不喜欢，我们直接可以拿回来退还给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你喝回去，你回去拍个照，然后隔个1个月2个月你再拍一张照，你真的会感觉到皮肤哎怎么细了，怎么弹了，怎么更亮了？是的，真的会你变得更有自信，有点短短的感觉，哎，这还是要回复你年轻的时候。对，所以呢，哎，你能相信我吗？好好姐，我们是不是10秒已经到了？10秒已经到了，是不是？为什么要提这个呀？真的，因为我们就破价了这个机制，真的破价了这个机制，破价太难了，对，上啊，真的不行了，我太为难我了，再上啊，哎，宝贝们有没有宝贝没抢到？没抢到，我扣抢到。然后我们说那个售后，还有我们的12级分级，好不好？对对对，12级分级。来，咱们再加，然后你再占那个事业，好吗？因为很多宝贝刚新来的波波间呢，可以帮我免费点关注，然后我们会有事业，好吗？还有加那个，我把时间转我下。行，我把可以转可以好吗？没问题。399，上头因为每一瓶是1块1毛每一天，希望你可以多囤起来，因为它保持期是2年，好吗？来。倒计时，3、2、1，上链接！来，所有宝贝，对准1号链接，399日常价格，到手66瓶，6瓶给大家提供试喝，宝贝们，除了520，哪儿还有呀？爱你们呢，还有啊，对，还有姐妹们说，你那个有没有用啊？你这个含量真的有那么高吗？来，我们真的不用说哈，我们来做实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某金，要报告有用。9某金遇到胶原蛋白，它会吸出这种一个白色物质。我们别人用的是什么？用一瓶盖儿，哦，不是用一瓶。我们今天倒一瓶盖儿，3、2、1，看到没有？吸出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胶原三肽。这就是胶原蛋白，6000毫克。对，在里面就是满满都有一些什么呢？时装物，对，化妆物在里面呢。是你要放心使用好吗？因为我们你看，这个是咱们以前的20岁、25岁，不是这样子吗？对吧？然后到了20岁以后呢，我们的骨胶原蛋白就是流失了，到了妈妈就流失更快，但我的年娃不存在，所以呢，我喝，我每天都喝，我今天喝也准备喝了2、3瓶啊，因为我要熬夜到晚上12点，看好好姐的肌肤，看我的状态，你想不想要？我带你变美好吗，姐妹们？好，今天呢，那个气质是399，好吗？每个分期每个月是33.2块，每一天就只能喝了1块1毛。以后呢，你别喝什么咖啡啊，什么奶茶这些，对你的肌肤不太好，好吗？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一样的，不只是这里的，因为它的吸收率是达到95%，哈，还而且呢，我看。你看头发好亮，你看非常亮，哎，很亮，而且我那么喜欢蹦迪跳舞，我跳操了，我的软骨啊这些都可以，你懂的啊，对，看起来真的非常。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做那个实验，我们要那个报告。哎呀，终于能听到我说话了。来 ，OK， 我的报告，你看这个报告是证明我们的骨胶原三肽，还有我们的骨胶是6000毫克，就是6000毫克，而且是具有增强皮肤弹什么性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变美，如果你想让自己皮肤更弹，宝妹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如果说今天不管它，而且不只是女可以喝、啊，我上次还得觉得我婆婆、我妈妈，男生都可以喝、啊。今天是我爱你呢，你可以分一份礼物给你妈妈，好吗？对，我真的觉得女人呢要进步的，我觉得女人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好吗？是的，我们投资在我们身上，好不好？因为我现在呢太难了，我们要当了妈妈，当了什么女儿当了妻子啊，对，然后二媳妇啊，对，所以我们要平衡我们的家庭，平衡我们的事业。那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一直都变很笑的，胖胖糖那种气质，有透亮了，清透了，真的状态好。你看我的头发也是，真的好亮啊！你的头发，你可以试一下。真的，为什么？因为豪姐帮你安排六笔，可以带回家试喝。它的口感是清清爽爽，酸酸甜甜的，没错，一点都不甜。哎，因为它是零脂糖、零脂肪，然后晚上睡前喝一瓶。哦，晚上睡前喝。希望各位直播间的宝妈，大家平衡手速，今天在姐姐的直播间，跟着姐姐一起从女人变女生，从宝妈变大妈。而且宝妈们，你们也可以放心来喝，为什么呢？我们这边是35项的鸡某素的一个检测，零鸡某素，所以在鸡某期、孕某期、怀某期的话，哺某期都是可以来用的。因为我们女人的话，我们作为妈妈是的，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就你不相信，你看那个盒子里面，他给我特写，你看那个盒子里面都写好了。胶原你喝了是吗？胶原蛋白肽以及鲑鱼蛋白，是的，是的，6000毫克啊，宝贝们！我已经喝了好几个月，哎、如果我不喝，我真的不舒服。没错，我感觉到这个会松松垮垮的，是啊，不透亮了、我的毛孔巨大了。男生不是喜欢晚上熬夜，你可以安排给你老公啊，你男朋友喝也没问题。对，姐姐，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为什么会比别的会更有感觉？因为我们除了说是更高含量的6000毫克，然后别人可能不舍得给你添加一些，只加为某 C。但是姐妹们，我们加的什么？我们加的弹性蛋白肽，这个非常的昂贵，它就像钢筋和水泥一样和胶原蛋白，它把你的胶原蛋白牢牢的锁在你的脸上。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鲑鱼子，对不对 ？K 老的一个明星。很多的高这个是姐姐，对不对？就姐姐很熟的 Perry 里面的，对对，主要的成分、所以呢，我们是真的是这个这些东西啊，这个是我的秘密，好吗？秘密。对，因为你能看到，你这个是没办法，就是骗你们。你看看到我视频啊，你看到我状态了，我直播12个小时，我要熬夜，我会状态真的好。对，晚上这没办法，如果没工作，我当然我是早睡早起，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有时候我是2、3、4点就睡觉。但是第二天怎么可以保湿、状态好了，不想要挤来了皮肤暗暗沉沉的，看着黄黄的，是要很干的，干的干裂了，干到这里就会有大波浪，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好吗？我今天我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可以那啥，准备下了，准备下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话是做到66瓶，66瓶，六瓶开封。哎，小姐姐，等会来，我就讲完这个我就准备下了。你先等会儿，你别着急，别着急，没有了。而且没有，确实没有，好多人在问，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难了。不是，听讲，好多人在问，说我今年35加了，还有必要喝吗？那必须要喝呀！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你啥也没说，你这样子，我也不要你多了，你就给姐姐再给姐姐5秒钟的时间再加一波，好不好？咱们再加一波，这样吧，我们这样商量，我就讲完我就下，好不好？啊，可以，可以，我讲完就下，好不好？399米啊，到底要多少瓶？有60瓶，带回家。适合6瓶，总共是66瓶，好吗？那个可以囤起来，好吗？每一瓶是一天喝就1块1毛，好吗？保质期是2年，来到底是3、2、1，上链接。刚刚不是还有姐姐说35岁以上要不要喝吗？必须要喝呀，姐妹们！你看，其实我们到达30岁左右，25岁就是一个临界点了。以前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你觉得脸好蓬好弹，而到25岁之后，哗，像坐滑滑梯一样，你会感觉明显怎么好像真的有纹纹了，皮肤真的松了，就感觉真的没有自信了。你想象一下，怎么呢？你可以把胶原蛋白想象成我们皮肤的一个砖墙结构，然后那个墙的话，每天都把砖抽走，如果我们不去补砖，那个地方是不是就塌了？塌了之后，大家就没有办法了呀！就看起来显老啊，我知道，看孩子啊，有没有自己的事业，对呀，没错，姐姐，不容易，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好吗？我希望可以带你们是从宝妈变大妈，从女人变女神。对，而且今天我们真的有勇气说出每句话。为什么我敢站在这里？来，以后链接已售3000吨。以前喝了没有感觉，对不对？今天你这个也很彻底，拿回去喝喝试试看。我们这个是斑马鱼的实验，我们6000毫克的颜值公社胶原蛋白，看到没有？实验结果是什么？表明其具有增强皮肤弹什么性的作用。所以
如果你让皮肤更弹弹，如果你真的不想要那个纹纹形成的话，姐妹，你 看来，这个是你们泪沟啊，法令纹啊，什么眼纹啊，嘴唇纹啊，是不是？而且它很毛孔巨大，是不是？对，皮肤暗沉沉的。我跟你讲，你给他喝吧，哎。给他喝起来，你给他喝起来了，就回我们以前的状态、哦、哪个女人不喜欢这样的状态，对不对？就像那个，我们就像以前的状态，是不是？当然，对。所以说，你看，姐姐，很多人就在直播间说，哇，姐姐好美啊，姐姐好美啊，好美啊，姐姐的秘密，对不对？好，谢谢颜值公社，谢谢素柳。我会继续努力，让我们所有的姐妹们能变跟我一样啊，变美好吗？你一定要投资自己的时间好吗？因为其实世界没有丑或是老只有男女人，只有男的。我跟你讲，我可以分享个秘密吗？我真的是从2018年就开始保养，因为我以前跟你们一样，我也是觉得男的涂面膜，但是现在不管像我一样，我已经5年的保养了，包括各种的方面的呀，一些东西的我都喝啊、涂啊、抹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就是从内而外有个好的状态。是的，没错。所以说，宝贝们，大家不要离开姐姐，今天在520的这个特殊的日子，给大家准备了丰厚的好东西。我爱你，是不是？我们要多。哇，对不对，姐姐？啊、咱们要多，哇，是不是有一个清新的，看起来很香的嘛？对，我希望口腔比较香，对不对？没错，来，掌声有请螺旋沙星。来，这个姐姐，我跟大家讲一下，螺旋沙星这个品牌真的算是咱们的国货老品牌了，对不对？就像刚刚姐姐说过的，来，我先给大家去推荐这款牙膏。为什么说今天想给大家上这款牙膏？所有人看过来，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市面上的牙膏，它可以跟你讲，你们在使用之后可以有这样牙齿的作用，可以减少异味的作用吗？宝贝们，这都是严格的报告在这里，并且使用之后它会长达12个小时左右的口气流清香。你想上清12个小时、啊、哇，很舒服呀，感觉、哎、我可以试一下。是的，在这个吉尼斯的，我想亲我老公12个小时、哎、到时候可以买一只，13就可以亲了，买一只可以回去。今天呢，咱们那个气质呢嘛，是这样子，我们一个是不够，对不对？当然不够了，那你再来一个吧。520特殊的日子，好事成双，好事成双，祝大家，祝所有的人都成双成对，对不对？在这个520在孤单啊，螺旋沙星再给大家加赠一支，日常价格是79元一支，但是这样姐姐还是远远不够，对不对？对，两个人在一起甜如爱情，甜如蜜、哎、当然还有一支是什么呢？对，就是我们的这一款姐姐手里拿到的这个金粉蒜白的牙膏。来，我们给大家打开一下，可以让姐姐去试一下啊。来，买这支牙膏，哎，给姐姐拿个牙膏。因为我对牙膏呢，我觉得越香越好，越太搭。没错，这个啊，这个好可爱啊，是粉红色。对，而且姐姐，您先刷着，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而且咱们这款牙膏呢，它不是一款普通的牙膏，是具有什么呢？所有权威的一些检测报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都可以给大家直接清楚了当的看到，并且呢，这款牙膏可以长达1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清新口腔，减少呀那些口腔异味的啊，经常爱吞云吐雾的，爱喝一些什么带那种颜色的饮料的宝贝们，并且呢，它可以很好的干嘛呢？就是解决牙齿上一些小小的脏东西。来，在这个位置，牙齿上小小的脏东西，比如说有点黄黄的，有点感觉不舒服的。而其次呢，它里面是富含了多种的植物精华在里面的。来，姐夫，特别清爽，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姐夫不在。没错，我特别想亲我老婆，他很清爽。对，我感觉是我刷牙之后呢，马上就上口了，就是哎，有那个微微薄荷的味道、就是，是不是感觉口里特别香？是的，香的，而且它可以留上啊，12个小时我们要报告。对，长达12小时左右。这个是怎么卖啊？哎，日常价格79元一支，今天所有的宝宝们听好了。一支我觉得大家不够，又再次给大家加赠了一支。与此同时，刚刚姐姐刷过牙的我们这支金粉炫白的，我们的这个金粉炫白的香口牙膏，再给大家加赠一支。然后姐姐，这样子吧，说好了，嗯，我都说好了，就是好货不过百，好不好？肯定好货不过百。来，那这样子，姐姐，来，我再来一支行不行？4支牙膏够了吧？
来，姐姐，四支牙膏今天到手，两支日常价格也是79元的金粉炫白的香口牙膏，两支我们螺旋山。那这个再来一个吧。这个再来一个。好，是真爽，对啊。那就这样吧，姐，我给一个刚刚那个牙刷。两个牙刷。要给、okay, 两个牙刷。两个牙刷是不是？那那个行，那个颜色是随机啊，宝宝们啊。两支牙刷的颜色是随机的啊。对。来，姐姐，还想再要一支？对。那就再来一支，我今天5/2就支持姐姐。这样子会平衡一点，没错。平衡点的，日常价是吧？是188。我今天就说好货不过百，99我们不要，89也不要。那听好了吗？6000带回家只要19米。我的天！倒计时3、2、1，上链接。来，所有宝宝，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并且很多人会担心适不适合小孩子用呀、啊，宝宝们可以看过来。干咽证明说干牙膏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干嘛 KO 掉口腔中的一些小小的菌菌，它的 K 小菌菌率达到了 99.9%。 所以说无论是青少年甚至说我们的中年人群，没有了，咱们在家、哎、来，咱们有没有啊？这个也没有说好了、来，咱们在家来3、2、1，79米啊，到回家有6000，那就再加5秒钟的时间好不好，姐姐？今天520你说了算，弟弟在这儿支持你、好不好，宝宝们？到回家，它可以12个小时左右会清洗你的口气，没错。然后达到99%的烟酒，大家都懂了啊。是的，宝宝们，我们这都是有专门的检测报告的啊。12个小时左右的可以解决什么呢？就是我们口腔经常会有异味的，经常早上起来之后，就像姐姐说过的，亲一嘴，哎呀，尴尬的那种感觉，很难受，对宝贝们？特别 low， 我觉得颜值不高，是过你要口气。对，而且姐姐重点来了，很多人担心什么呢？有句话说得很好，古代有句话叫做要应该笑不露齿，但是现在放到现在，我其实觉得为什么笑不露齿，是因为不好意思，经常的牙齿会出现黄黄的情况。我们这款也是经过实验证明，该牙膏是具有什么的，可以帮助我们哎这个的效果啊，宝宝们都是有着严格的检测报告的。所以说这款牙膏我建议推荐大家去选择，79元到手4支牙膏2支牙刷给到大家。因为今天是我爱你呢，钢琴去卖回来好吗？然后排出来，因为我们的发货的时间是24个小时，今天排，明天就收到了。今天排的话，争取今天就可以给大家寄发货啊！希望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多囤起来。这个牙膏是不比更小好吗？哎，没错，并且呢，对，每天都刷牙，有时候刷牙了3、4次啊。哎，对，像早晚得刷牙，其实中午吃完饭也应该刷牙。刷了，没错，吃优惠啊，见人的都要刷，可以放在你的办公室，还可以放在家里，好吗？来，好，咱们会放我们的小风车。没错，大家有喜欢的可以在下方的小红车选择就可以了。来，亲爱的们，小仙好好姐跟你们说我爱你啊！先休息，观众马上就回来啦。好 ，OK， 好，一会儿回来。啊，来，宝宝们，一会儿。